好像只有 Abby 进得去。小心哦、喔！小心小心。叫小心啊！不要上去。练。啊。刚上面好像有脚步的声音。应该好像有声音。小心哦、喔，不要靠过去。有听到吗？嗯。有金属的声音。嗯，像开门声。鬼不讲。上面怎么声音啊？欸，有一个东西在叫呢。声看到你好，心情就好。没有看到而已。他把你平常下地方挂起来吗？对，我就是在路边。这样，肉哦。还有烧仙呢。烧仙。大的。大的煮的太大了。感谢这个佛牌镖局收留你，善有善报，对不对？好像上次受伤的是这只脚。哎呦哎呦，他咬我哎！哦，干嘞！他咬我哎！他咬我哎！派呢？他咬我！是真咬还是假咬？真咬真咬。它还是有那种自己保护自己的功能，其实野猫都这个样子，它的那种保护自己的意识会比较强。小心点，不要被它指甲抓到，因为金刚刚刚盖的。对啊。它之前吃东西，可能就会你给它吃东西，它就会，等它现在不会，我们刚刚不会用。比较不会像家猫那么温驯，就是野猫的话，它的那种攻击性就会比较强。可是没有呢，它小被我们这样救回来，那时候是很小的。哦，那个时候这样子手掌大而已，他现在长这个样子，哎、欸，也差不多才一个多月呢，两三个月了吧？两个差不多七，那也才两个月而已。养猫，你要有心理准备，东西会被他抓坏，不是？
它不是像口这样，你只要懒它就懒。哎，有动猫放它就懒了、啊。看它心情，没有有动猫，有的是你开抽屉，你开抽屉它就会冲过去。你如果食物都是放抽屉，从抽屉拿出来再喂它。你如果打开抽屉，它就会以为你要给它吃东西。你养在家里，猫不能关。就它只会在这边活动而已。对，你玻璃门打开，它就跑回来了。猫这么厉害，让它自由自由。养猫的人都是让它自由，有一个专门的空间。对啊，你们怎么都把它关起来？没有，它会有啊，没比较没事的时候就出来啊。有放风时间就对了。有放风时间。它吃饲料吗？吃饲料啊。不然它吃什么？吃鱼啊。滴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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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哦哦哦！看到他这么 有活力，真的很开心。现在打游戏最好用。哎呀哎呀，他勾到我的像手链了。传统硬碟，然后配一个256的 SSD， 差不多都是这样。啊，它这样子16G OK 啊。啊，多猫爸爸要抢走了。16G 那个，这才是买来自用的。嗯，买来自用。它可以升级啊。它模拟器啊。没事啊。没事。先买去。打游戏用的。上一次我们探险的时候，看到他受伤在这个废墟的地下室，然后还好被我们救起来，紧急送到动物医院，才发现原来他的后脚骨折。还好那时候紧急送医院，因为那时候他可能已经很久没有吃东西，所以瘦的已经骨瘦如柴，都没有东西可以吃。然后被我们救回来以后，那刚好遇到那个佛牌镖局的人，他请他们收留，请他们收留，然后所有的医药费都是佛牌镖局他们出的，他才有幸得救。古亚给我，这古亚给我叫个好意。爬柜子，跳。跳
我放在柜子上面。哦哦哦哦哦哦哦！不给摸啊！喜欢逗猫棒。哎、欸，它不会咬你呢、欸。我刚我手伸过去，它咬我呢、欸。你看，哦，你的手被它咬了。你看，没有了，没有了。好了，回来。最后刚刚被它咬了。你不要勾着那个。你要进去吗？还是你看你的肚子？是吧？去喝水水。哎呀，去吧。进去吧。喝水水，看你被围观了。他还有一个技能，什么技能？他会自己开门，真的假的？所以要手写，这么厉害哦！他干嘛他会自己开啊？对啊，我不信。他想出来的时候，他会自己开。应该四个人就会。他现在应该是不会了。